好，接下来呢，因为既然是舞蹈大赛，一定会有评审老师嘛。接下来的哇，众同学六个舞蹈老师自己都带 solo 舞蹈出来，看看今天是哪一个大明星的舞蹈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啊！仔细张大的眼睛。首先第一位，我们欢迎的是我们的泰雅老师，掌声鼓励鼓励。
求瑜伽，然后他称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的求瑜伽界的球王。球王，因为你们很棒，我妈送礼物给你们。我刚刚一直讲说掌声鼓励什么什么的，就在这里。